館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登場式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おへそがちらり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ポッポリピシャラピお腹が減ったよ。我今天带了好东西来呀。哎，什么？这个，因为今天不能在外面玩。啊，好可爱！小丸子，是你自己做的吗？是和爷爷散步的时候捡到的。回家后，奶奶插了根牙签进去，然后呢，我就在上面画了张笑脸。哎，真好啊，好羡慕啊！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小玉你也可以做到的。嗯，我羡慕的其实是小丸子有可爱的爷爷和奶奶呀。诶，总是能和自己的爷爷奶奶一起玩，一起开心的聊天，真好啊。请问樱桃子同学在吗？诶，什么事啊？你好，我就是樱桃子。这个是你爷爷在校门口拜托我交给你的，你拿好，我要走了，再见。真是太感谢了，之前忘在玄关了，明明下雨了，爷爷还给我送来，真是太辛苦他了。是小丸子的爷爷呀，他对你真是太好了。嗯，我回来了，爷爷。哎呀，好紧呐、啊！真是吓了我一大跳啊！哎呀，爷爷不在，他出去了吗？我很想感谢爷爷，所以就跑着回家了。又是爷爷给你送去忘了的东西，讨厌了。你不能给爷爷添麻烦，知道吗？我当然知道啦，所以小丸子我一直以来都是打从心底里面感谢爷爷的呢。感谢就免了，首先还是应该改正你的态度。话说回来，我们家一直托爷爷和奶奶的福，得到了他们很多的帮助呢。就是啊，姐姐小的时候也受到了爷爷奶奶很多的照顾，真应该好好的感谢爷爷奶奶呀。哦，对了，这次的敬老日我们要不要做点什么呢，来感谢一下爷爷奶奶？做什么呢？爷爷奶奶的愿望不管是什么都由我们来帮他们实现吧，怎么样？好啊好啊，完全赞成。我们回来了。他们回来了。那么既然你们这么说了，可以陪我去参观京都物产展吗？现在在静冈那边举办，能陪我去的话那就太好了。没问题，我们一起去吧。爷爷爷爷，你想做什么？这样啊，那么可以陪我一起去散步吗？散步？平时不是一直在散步吗？因为如果带着丸子去的话，在和小孙女一起散步吗？好羡慕啊。真的是好可爱的小孙女儿啊。那样我会多自豪啊，行不行啊？这么回事啊，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努力成为让爷爷更自豪的可爱的孙女儿，好好的陪伴爷爷散步的。太好了，老头子。哎，你也是啊。那么我就来好好的大显身手，给你们做晚饭吧。大家都说说想吃什么呢？爸爸，马上就到敬老日了，你想做些什么？没什么呀，我什么都不想做。哎，你真是个不孝顺的男人！你以为你到底是托谁的福才长这么大这么壮的？至少不是托你小丸子的福。这可是一年才一次的敬老日啊，
怀着感激之情做些让爷爷高兴的事吧。唧唧歪歪的，吵死了，我可是什么都不会做的。妈妈，爸爸说他什么都不会去做的，你快说说他吧。其实你爸爸他真是在害羞呢。真是的。敬老日当天，我们出发了。哇，好棒啊，京都的东西好多啊，光是这么看看就有一种优雅的心情呢。这个好可爱呀。奶奶，你看这个东西有香味哦。这个呢是香袋，把它放在衣柜的抽屉里面，衣服就会染上它的香味呢。哎，欢迎光临，要不要尝尝看八桥啊？快点回去给他们尝尝吧。嗯，爷爷，今天的小丸子如何？平时就很可爱，今天特别可爱。求了妈妈好久才让我穿的。不就是在这附近散个步吗？穿平时的就行了。可是我就是想穿这一件嘛，我一定要成为爷爷的超级可爱孙女。好吧，不要弄脏了，就这件最漂亮了。你们好啊，这是要出门吗？哎，就在附近走走。小丸子像洋娃娃一样呢。啊，谢谢夸奖。那尹老先生下次见，先告辞了。您慢走。嗯，穿了这件衣服真是太好了。哎，我也觉得很自豪。今天丸子绝对是清水第一，不是日本第一。不，是世界第一可爱呀！爷爷，你的心情我们理解，但太夸张了。我去一下洗手间。嗯，我就站在这里等你。快点，这里。好可爱呀！那个，请等一下。啊，那好好吃啊！我复活啦！虽然是秋天了，但秋老虎很厉害呀。啊！衣服都脏了。这可是你最漂亮的衣服啊！怎么办？会被妈妈骂的。要快点洗掉，不然会留下污渍的。水呢？水呢？啊！赶快跑到河边去洗洗吧。人呢？怎么不见了？到底去哪儿了呢？丸子，你不要紧吧？姐姐，你在哪里？是小宝宝的帽子。哎呦，现在是擦不掉了，不过回家后叫妈妈洗的话总有办法的。哎，对不起啊，爷爷。那好，我们回家吧。好疼。对不起啊，奶奶，你很累了吧？没事，没关系的。今天本来是想让奶奶高兴的，反而给奶奶添了麻烦，真对不起。没添什么麻烦，我觉得很高兴呢。啊，看到姐姐成为一个为了别人能拼命奉献一切的，心底温柔又十分善良的孩子，我比什么都开心。真的吗，奶奶？姐姐是个好孩子，谢谢你啦。对不起啊，敬老日还给爷爷添麻烦。说什么呢，我可是个非常幸福的人呐。好了，别说安慰我的话了。嗯，怎么是安慰的话呢？只要丸子拜托我的，我就一定会打起精神来。我还不能这么快的就老去，对吧？其实，丸子啊，你一直是我的活力源泉呐。爷爷，丸子变重了，这可是幸福的重量啊。小丸子，爷爷。嗯，姐姐，奶奶。这是纪念品，很好闻的香袋哦。奶奶还特地给我们两个买了颜色款式一样的呢。
谢了奶奶。京都的点心也买来了呢，大家一起吃吧。哇，太好了。真好吃啊。还记得吗？我那会儿才刚嫁进你家，那个时候啊，我还不怎么会做这天妇罗呢。啊，是啊，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差的，但是奶奶却很耐心地教我，爷爷也没有摆出臭脸，而且全都吃掉了。今天怎么又是天妇罗？真对不起，做得不太好吃。其实小景已经非常努力了，很快就会做好的。好吃，小景可真是个会做料理的好媳妇啊！那个时候真的好高兴啊！哥哥回来了！啊！来吧，我们为敬老日来干一杯。我说爸爸今天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呀。就是，光会耍嘴皮子。好啦，广志啊，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厚脸皮的人，是吧？是啊，是啊。好了好了，现在大家可以开始吃了啊！大家都多吃一点吧。我开始吃了，好好吃，真的很好吃啊！啊，好饱啊！今天真是开心的一天。真的非常开心呢。哎呀，爷爷，你把拉门修好了？没有啊，我今天什么也没做呀。明明今天早晨很难打开的呀，真不可思议啊！广志，难道是你修好的？小便。广志从小到大都一直没有变，你说呢？过敬老日的方式虽然各自不同，但是每种方式都是非常开心的敬老日。好像个人偶似的。金色的长发真的好棒啊。啊，今天我和小玉在路上看到了一个外国女人，她的金色长发特别漂亮。真的吗？很少见啊。如果我也有一头金色的长发就好了。Hello。 就算变成金发，长相和身材也不会改变的吧。小丸子变成金发，只要想象一下就要笑死了。为什么？你长得活像个小木偶似的，就算头发变成金色也只会显得奇怪吧。你凭什么这么说啊？不变成金发又怎么会知道？我就是知道啊，一定不会合适的，不过或许能当个搞笑艺人吧。没关系，这我觉得很合适。爷爷，一头金发的丸子不是很好吗？不是很漂亮吗？果然这个家里还是只有爷爷最理解小丸子了呢。我最理解我们家丸子了。哦，爷爷，丸子啊。小丸子，昨天的电影看了吗？看了看了，电影里的女主角真是好可爱呀，飘逸的金色长发太漂亮了。果然跟我一样爱上了金色长发呢。是的， blonde hair 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呀。 blonde hair 就是指金发。花轮同学有马克啦、波拉啦，好多这样的金发好朋友呢。 yes， 大家都十分富有魅力啊。我也好想变成金发呀。那是不可能的。那倒也不一定哦。诶，什么意思啊？哇，金色假发！啊，是啊，
这些都是在去年的万圣节化妆舞会上用过的。是这样啊？快请啊，你们随便选个喜欢的吧。到底选哪个呢？有这么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选了呢。啊，我就来选这个吧。那我就选这个发型吧。总觉得这样好像变漂亮了，像女演员一样啊。因为这些是真正的假发，只有发型师才能将它们从头上取下来。这是我吗？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呢。啊，好厉害！你们两个都非常的美丽。真的吗？是的。啊，小玉呀，我戴这个合适吗？啊，合适合适。那你觉得我合适吗？非常非常的合适。小玉，难得有机会去给别人看看吧。哎，那要去给谁看呢？先给家人看看吧。啊，这样有点。那么给年子看呢？好啊，如果是年子的话应该可以。那么现在就去给他看看吧。哎，花轮同学，这些假发能先借给我们吗？ Of course， 当然可以了。太谢谢了。哎，就这么去吗？这样就没关系了吧？是吧？小玉，我们两个这样会不会太显眼了呀？大概是，快点走吧。是啊。你好。头发是怎么回事？怎么了？这是假发，是跟花轮同学借来的。这样啊？你觉得合适吗？我们就是想让年子看一看呢。你们两个都很合适呢。真的吗？真好。我也想戴一戴试试看呢。可是这个假发自己是取不下来的。对不起啊。没关系没关系。小丸子，你真打算就这么回家去吗？我一定得让家里人看看我是合适金发的。是吗？小玉，把这个取下来怎么样？哎，为什么？你看，花轮和年子他们都说我们两个很适合金发的。我觉得呢，我们还是更自信一些比较好。好的，那我取下来了。啊，等一下啊！这下变得湿漉漉的了。就是啊，没办法了，就只好这么去吧。哎，没关系吗？没关系，没关系的。哎呦，这是丸子。不对不对，丸子的头发根本不是那种颜色，但是真的好像啊。不，他就是小丸子。小丸子。哦，姐姐。小玉，你好啊。那个是怎么回事啊？从花轮同学那里借来的。哎，我现在就要回家去给大家都看一看。笨蛋，别再去丢人现眼了，快点把它摘下来吧。哎，为什么？好了，快点啊。丁同学，要你久等了。娘子姐姐你好。小丸子。是的，就是我。你好啊。怎么样，我是不是很适合金发？很可爱。啊，真的吗？娘子同学不用管他，别管小丸子了。但是让别人知道她是我妹妹的话真丢人。我们走吧。再见，小丸子。怎么丢人了呢？小丸子，我们这样是不是有一些奇怪呢？小玉，我们回去吧。好啊。Hi, girls. Excuse me. Are you
Japanese？ 那个小丸子，这个外国女孩是不是误以为我们两个会说英语啊？我不会。Could you tell me how to get to the bus stop？ 小鱼，他在说什么呀？不知道，我们两个不会说英语。Pardon？ 这是被人用英语搭讪时常见的反应。不用说，人家当然听不懂了。你们好像遇到了什么麻烦吧？花轮同学。You see? Oh, thank you. 不愧是花轮同学。是啊。那么现在一起去我家吧。太好了，终于可以安心了，心砰砰的跳个不停呢。金发虽然不错，不过对你们来说还是大和福子般的黑发更合适啊。就是啊。哎呀，花轮同学你好啊。你好丸子爷爷。这两位是你的朋友吗？Hello, how are you? And you? My name is...丸子，丸子是你吗？是的。Beautiful, 丸子。小丸子曾经那样憧憬过金发，可是现在的他只想尽快变回原本属于他自己的头发。野口同学，只要摆出那个姿势就能长寿，这是真的吗？好像现在马上告诉爷爷呀。可是今天接二连三的发生不得不做的事情，都没办法做想做的事情了。下一集淘小丸子讲的是忙碌的小丸子和长寿的穴位，敬请期待呀。